我几年没玩的那个遥控车，然后他们叫我买，让我买，然后半夜然后翻墙出去玩遥控车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一直在叫嫂子。嗯，其他都还好，就是剧组的汤有一股怪味，我受不了。怎么证明自己是人类？最近 AI 伤害人事件越来越多，他们开始大举追捕 AI。怀疑你不是人类，而是害我爸妈的那个 AI。我应该没有冤枉你吧？你们俩也知道学校里有 AI。其实我一开始就怀疑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。若按照隐藏密码方式的来看，那么这个 AI 最可能的就是。是一个红红火火、恍恍惚惚、不寻常的早晨，看看这粉丝的热情，大早上的就已经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了。探班君今天也穿上了白衬衫，要走小清新路线。What are you 弄啥嘞？小害羞、小确幸，今天要去和 TFBOYS 相处一天。没错，本期要探的剧组就是被你们窥视已久的《超少年密码》。小心跳准备好了吗 ？Follow follow me。乐视带你去探班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， 我是王祖蓝，我扮演的人物名字叫夏长安，我是扮演两个角色，一个叫随遇，一个叫零零二，我在里面扮演是陈浩生，我现在客串的就是王源的父亲的好朋友。知道你们急迫，了解你们的小花心，更加懂你们想要啥。还记得当天带你们进了一间小黑屋吗？你们被堵到门外了吧？想知道谁进去了吗？没错，除了他们还有大君君。想知道小黑屋里发生了什么吗？ Follow follow me。 这是一位就是有点科幻，有点小科幻，然后青春校园的那种。我扮演的人物名字叫夏长安，他是一个就是思维比较敏捷的一个，对，就是会有一点小英雄的感觉。我是扮演两个角色，一个叫随遇，一个叫零零二，就是会比较反差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在里面扮演是陈浩生，然后是那种学习比较好，然后跟周围同学来往，然后有一点自闭的。三个人关系就是一开始从不认识，然后到怀疑，最后又变成好朋友。我们来厦门特别神秘密，我跟你讲，我几年没玩的那个遥控车，然后他们叫我买，让我买，然后半夜然后翻墙出去玩遥控车。
当时真的是疯了，我觉得现在想起来，那天还下雨，对，真的是疯了。我们在下面玩着玩着，那个浪还打到我们身上。然后我养护车买了，第二天我就画了，就完全看不懂，整个下来都坏了。对，都坏了，现在都已经玩坏了。就是那种打水子弹的枪，就打身上不疼，不是，就是打身上不疼，软软的那种子弹，但是可以很激情的打比赛那种枪。我觉得是一个也是比较难接受的事。其实我觉得徐老师上课或者是在片场帮你讲戏的话，他不会给你一个设定一个特别紧的东西，他会给你一个特别大的框架，你只需要往那个里面带入情绪就可以了。因为时间问题嘛，所以我上学会老师课会比他们多一点，就是学会老师教课，他会教你去怎么表达，但是他不会让你去模仿他，就是他会给你一些意见，然后你要去想更多的一些方式给他回馈给他。就是学会老师他会让我们三个都各自想自己的一些主意，然后也不要说按学会老师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去做什么。然后我觉得学会老师就是人也特别好，然后这个就跟学会老师就是知道语言表达，然后还有就怎么样把情绪然后更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，我觉得比以前进步很多。其实我觉得差不多，因为之前来之前呢，就是跟我们讲会特别累嘛，可能一天工作好几个小时好几个小时，才发现过来之后其实还好，就是感觉已经习惯了。我觉得在这边拍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天气特别好，然后环境也很好，然后外面绿化呀树啊都做得特别好，然后只要不拍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就是去什么阳台去外面走一走。我就是觉得其他都还好，就是剧组的里面有点怪味，我受不了，就是说不出来很怪的味道。没有，其他都挺。其实他就是挑食，他就是软件好。我现在就是不管怎么就吃了就饿了，然后饿了就吃，但是他不长肉的那种。现在饿了比较喜欢吃什么？全酱。还有呢？和芬达。把大眼都说一遍。边玩 OPPO， 边用 OPPO 打电话，然后用家教机学习。喝着芬达，吃着士力架，吃着冰糕，然后喝着猛的酸酸乳，吃完之后再用多加洗的手，完了，真是太好了，不敢去了一次，然后回来了，对，还没去到呢就回来，下车就回来了，十几辆车跟你，眼神，就拍的时候我特别我有个。就是有一个坏毛病，就经常会飘嘛，因为就到处乱飘。然后导演还有那个徐杰辉老师就给我，就是练眼神的那个专注力嘛，就好比之前好一些。我是之前有拍一场哭戏，就用眼药水，然后就感觉很怂。但昨天就是拍了一场和李瑞老师对手戏，就完全我们两个人都是特别在状态，然后就是哭的。很累，但是也很爽，就是真哭很厉害。我是背词的方法，就是许学辉老师有教那个很长很长一段台词，你把它分成你自己就是比较熟悉的分段，然后把每一段放到你面前的空间，就是这一段我想要在这儿说，然后就看这个地方，就把它空间分开，然后就会背得特别快。
还是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探班君也是感觉没有排够呢，好想变成一棵树长在剧组里面。其实三小只每天的通告超级紧，只能用转场的时间小小的自娱自乐放空一下。为了给你们呈现更好的自己，不忘初心的每天都在充实自己，每天都能量满满面对所有工作人员，是片场气氛调解王哦。当天来客串的祖蓝哥哥也加入了迷妹的阵容，都被现场清新萌的气泡感染了，立马作画一幅祖蓝哥有才华。带你去探班的观众朋友你们好，我是王祖蓝，我现在客串的就是王源的父亲的好朋友，那就是说我是他们父亲那一辈的了。崩溃啦，完全崩溃啦，我有时候模仿 TFBOYS 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有机会做小鲜肉，我想不到已经可以做小鲜肉的爸爸，真的心里面有好多话想说但是不能说，你明白。那他们自己是童年担当吗？我少年担当，其实他们才是最有活力的，只是在戏里面他们在身边就在玩游戏这样子，就做他们自己，所以 OK 啊，没有特别成熟啊，我觉得还是有他们呢非常有活力的一面呢，非常有礼貌，最想不到是身高三个都比我高，那三个只是15、16岁，我36岁啊，比他们大20年，还要仰着头看他们。他们也有才华，我也有才华，但他们比我高 OK。 好学生万人迷学霸，我三个都不是。我高中的时候读书非常不好，然后只是迷上了演戏唱歌，所以后来才去演艺学院学习，虽然那个时候学习不好，但是就突然之间就开辟了另外一条路，就是演艺这条路。那个时候就是我不是学霸，读书学习非常不好，但是合唱团的指挥啊，什么戏剧学会里面的主席啊，辩论协会啦，就是那些我都是领导。如果好多学妹看上我的话，我就不会参加这些节目，我就直接去拍拖了。就是因为没有学妹看上我，所以我就直接去参加这些活动来麻醉自己。我觉得一边可以是谢娜，一边可以是郭敬明。那谢娜就是很好的搭档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郭敬明又非常非常非常的有才气，然后可以帮我们写小说，还有可以再拍电影，还有肯定可以找到好的学妹把我捧成变成偶像，然后身边的全部都是那些美女跟我一起读书，然后就把我中学的时候没有机会拍拖那种感觉都补回来了。嫂子一直在叫嫂子，因为王源的妈妈就是我兄弟的老婆，那我就一直叫她嫂子。其实之前我们都擦肩而过，就是我模仿过他们呢，然后后来我们微博上有互动啊，就是除了在 baby 的婚礼我们见过一面，就其他就没有真正的合作过，所以一直都好期待可以一起见面合作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后来就找我叫我过来客串，我就过来了。老第二个
认真，就是偶像派的认真。好多台词，苏兰哥真的是现场的欢笑制造机。亲们，是不是想问三小只的小黑屋之旅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呢？ No No No， 探班君可是知道你们爱的小渴望，怎么会就这么轻易的放他们走？想要出去先过这一关，亲们带好小板凳 Follow me。 我呀，就是搞笑，搞笑没有理由，就他一个人在那疯嘛，就他一个人在那哇，就有时候会一块疯，有时候累了就坐着看着，就助理会背一些零食。论剧里的角色来看，千玺会比较成熟一点，就他会有点自闭吧。少年的话应该是王源，就他那种特别活泼的，我也活得是特别。我觉得大家都挺快的，就因为之前一天晚上会看一些，大概看一下剧本，然后会熟悉一下。就前天晚上大致会看一下，说的一些话，就那个剧本看起来就是把一些大致内容记下来，然后按自己的话说顺就好。其实我的台词都是比较感性的，就可以跟着，比如说跟着上一个人说的话，然后你只要意思对了，临场发挥就可以了。我的台词量就特别少，然后一说起来就会特别多，然后都是那种特别学术的，有什么各种密码、海上密码，然后一堆一堆这种。我拍那两场戏的时候就现背，然后背的时候也是特别麻烦，然后就带入到剧情里面就够了。你不是说过你要当人的吗？就是什么各种密码，然后该怎么运算，然后往左往右，然后就这种。我的就是你骗人，因为大家都第一次拍这种，所以还是需要一些，就是学习经验也没有很多。那肯定不是我每天睡得最早。我们俩睡得都不是特别早，对，因为外面天气特别好。对，我们有时候要出去夜跑一下或者散一下步。然后王源就一直都在酒店，对，我都睡着了。那俩哥们晚上出去跑步，我还是觉得，我觉得自己的角色还行。就千玺他那个角色是特别稳重，然后很成熟，也特别自闭的一个小孩，连起来我觉得可能很无聊，要睡着的感觉。就没有我那两个反差那么大，然后没有我那么帅。因为我们三个的角色都是相对贴近我们三个本身性格的，然后所以我还是因为演起自己来比较就是更容易一些。你有两个角色吗？好，就是怀疑，对，就是那种呆滞。第三句啊，我其实三个应该都是啊，面瘫。因为他是自闭的嘛，就到笑的时候也只是。大家看我长得那么帅的份上去看一下呗。这部剧真的非常好看，良心推荐。看我们三个都这么良心推荐，走上去看。如果大家是中学生或者小学生的话，肯定会喜欢 TFBOYS， 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好好的看这部戏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孩子的话，你好希望你们的孩子都跟 TFBOYS 这样乖，对不对？所以妈妈都要看 TFBOYS。如果你是爸爸的话，你看见了，我就是 TFBOYS 爸爸的好朋友，我都可以跟你们做好朋友，所以你们都来看 TFBOYS， 对不对？